大家好，Hello，大家好，欢迎嚟到院后评。系啊，欢迎大家嚟到院后评。今晚咧，我哋嚟到后评嘅一个新嘅节目，就系《他和他意识之流》。系啦，今日我哋嚟到中环嘅艺穗会啦。咁我哋依家身处系一个画廊嘅，亦都系我哋啱啱嚟到就系进场嘅地方。咁我哋首先咧就获得呢一个手上面具啦，就每一个观众嚟到嘅所谓观众啦，都要戴嘅面具嘅。咁排隊入咗去之後呢，咁我哋其實獲分配咗個地圖啦。咁就係佢總共有三個唔同嘅意識點嘅。咁我同埋Toby，Toby 呢，咁都係去咗一個唔同嘅地方啦。咁我個去嗰個地方就先係一個男演員阿 Ben 嘅一個意識嚟嘅。咁啊，但系阿 Boo 啊，我哋未去唔同嘅地点之前，我哋戴咗面具，佢哋叫我哋做咩？就系先去入到呢个画廊后边一个地方一齐集咗先噶。嗰陣咧，咁就見到會一見到就好多裝置啦。首先係有啲一地嘅鐘啊，仲有埋有啲銅片啊。然後入到去咧，首先有兩個女演員，咁佢哋就分別兩個女嘅意識啦。咁佢哋首先就係同我哋做咗個開場白，咁就一個儀式咧，就係想叫我同我哋介紹一下，你依家即將會進入一個意識嘅世界入面啦。喺嗰個儀式嘅過程裏邊咧，先我見到兩個女演員，一個叫做儀式一咧，一個叫做儀式二啊。佢哋咧喺個台面裏邊咧，將好多嘅紅酒杯仔咧推來推去，推來推去，跟住佢哋排好晒，跟住邀請我哋每人戴上面具之後，如果係冇敏感嘅咧，就飲咗紅酒杯裏邊嘅紅酒。佢意識住我哋戴上面具，飲咗紅酒之後，我哋就去到唔同嘅空間，我哋再一次嘅離開個現實，去到我哋自己嘅意識之流。而意識一、意識二嘅女仔，佢喺地嘅獨白，喺佢哋嘅對話裏邊講到，佢可能係我哋心靈嘅一部分，亦都係我意識嘅一部分。咁我哋隨住飲完紅酒，我哋又去到唔同嘅地方咯。我就去到天台，而阿 Boo 你去咗，係咪頭先講地庫一個地方？咁你聽到見到啲乜嘢呢？係啦，佢就叫做乃父嘅一個地方啦。咁入到去之後呢，其實佢係一個我諗佢平時係一個 band show 嘅場地嚟嘅。咁佢有一啲小嘅台咁樣酒吧台啦。咁我入到去就見到除咗觀眾之外，咁就有一個男演員坐咗喺度自己飲紅酒。咁然後呢，佢就會講咗一啲佢自己嘅一啲背景啦。咁佢又講佢最近有啲失戀啦，然後佢就讀咗呢一份電報，就係、是、手上呢一份啦，就係、是關於佢同一個女主角就點樣提啦，他和他就係阿 Ben 同埋 Christina 啦。呢、这個男女主角阿 Ben 同 Christina 咧，我喺天台嘅時候就聽到佢生命中另一個片段。其實呢個藝水會天台，我哋平時真係好少機會上到去上邊，但係趁住呢個贊助節目，我哋有機會翻到呢個歷史嘅建築物上邊。呢、这個1918年就已經起好嘅地方，喺中環裏邊，其實經過成100年嘅時間，經歷咗好多時間同空間。我上到去嘅時候，睇見成地啊都係呢個白色嘅氣球鋪滿晒成個天台。有一個女演員，佢着住一身嘅工作，男工作服啊。咁佢話俾我聽，我哋無論邊一個或者男主角、女主角，其實一路活在喺佢裏邊。我意識到佢可能係屬於時間，又或者好似你咁講，佢屬於空間。但無論佢係時間、空間嘅化身嘅 symbol 或者嘅象徵都好，我哋嘅生命嘅長河歷史就喺佢裏邊發生。你有咩感覺喺天台嘅時候？好有趣嘅一點呢，就係 Toby 去天台嘅時候係佢第一個佢嘅意識點啦，但係我去嘅時候，我已經睇咗阿 Ben 嗰個意識點啦，所以我其實去到我會有一啲預先嘅一啲敘述知道咗啦。咁去到天台嘅時候，嗰個所謂喺 Christina 同埋阿 Ben 之外嘅第三者，佢就開始講話，其實呢兩個主角都喺我之內咁樣做緊一啲嘢，咁佢哋做嘅嘢我都睇到嘅。咁呢一個敘述咧，對我嚟講就會多咗，突然間多咗一重陌生感。我就帶住嗰個好多問號啦，就係、是、究竟佢係做啲咩呢？咁我再去睇另一個，就揾 Christina 究竟喺邊啊？咁樣。正正因為我抽到係先上天台，所以我一開始就係進入咗時間空間嘅領域，先至到個古仔咯。咁我離開咗嗰個天台嘅起始點嘅時候，我落到去中間，發現有一個好神奇嘅地方，有一間房好靚。嗰間房其實仍然停留喺藝水會60、70年代嘅佈置裏面，好舒服，好有西方殖民地嘅感覺。
但係當中有四個銅板，而銅板下面有個好特殊嘅音響設計，有啲聲嘅，但係你就咁聽唔到。我要咧趴落去揾隻耳仔貼住個銅板啦，跟住慢慢會聽到有人好似同我講説話一樣。我好舒服啊！我趴喺嗰張台嘅時候，佢有四個，一個係阿 Ben， 一個 Christine 嘅2008年嘅音樂片段錄音記錄，跟住係2018年。我一路追蹤佢嘅故事，聽完一個我又聽過，聽完一個聽過。當我身邊所有嘅人走曬嘅時候，我自己都喺成間房裏邊偷聽。我真係好似覺得自己入咗去嗰兩個主角嘅私密嘅對話裏邊咯。我覺得呢一個又係好有趣嘅一點啦，因為我其實都見到啲銅板，我都覺得好有趣嘅。但係我一聽咧，我就發現佢好長篇大論，所以我就諗啦，如果我聽繼續聽嘅話，我一定會 miss 曬所有嘢。所以我就即刻喺度跟住睇下，其實我全程就係跟住一個女嘅意識流啦。我睇佢去邊，我就去邊，我期待緊佢演出。但係咧，佢一路咧都只不過係順住人潮，或者佢喺度做緊一啲唔係一個敘述，唔係一個真係有時間點的行為，就是 random 地做一些事情，令到這個空間，我對這個空間的理解又會多了一重想像。對我來說，雖然好像兩個聯合導演說給了一個面具，希望我們觀眾進入了另一個世界，但因為個面具設計得不太好，我戴不到，我進不去。但反而我很欣賞那個空間房那四塊銅板，在偷聽過程中我就真的進入了第一次的人的意識當中，所以我寧願選我 miss 了其他的房，我正正就 miss 了你剛才講地下阿 Ben 那段說話。但後來我們大家又會去同一個地方，去一個很黑暗的地方，這個黑暗的世界做些什麼？我哋去咗個黑暗嘅房度啦，咁其實個故事內容咁佢提到女主角 Christina， 佢係去到英國嗰度 on show 啦，去做一個 play 嘅，咁嗰個場景就係佢嘅舞台嘅 backstage 啊，咁佢去到嗰度佢就一入到去就話，點解盞燈等咗咁耐都唔開嘅，點解都唔熄嘅？就我哋就一個全黑嘅房，跟住就有好多冇開著嘅燈咯，咁就嗰個空間係感覺好私密嘅，你入到去望住對方都係好寧靜咁樣喺嗰個空間嗰度，咁我覺得嗰個係好令人好有好深嘅感受啦，因為好figure 到你內在嘅一個寧靜。我都同意啊，嗰度漆黑一片個寧靜。其實在成今日喺呢個藝術會嘅環境劇場裏邊，其實我發覺我係用耳朵去參與個劇場，我身在裏面，但係喺漆黑當中，我其實只可以靠耳仔聽到個女主角的聲音。但正正當乜嘢嘅觀感失去的時候，我就開始接觸到佢想講的感情，亦都開始接觸到我裏面的一啲對男女的感情。我覺得呢個是在環境裏面，當以為靠身邊看到的嘢，但係佢哋嘅好處就是其實當你乜都冇嘅時候，在聲音當中，在走曬一切的時候，再有啲乜嘢咧咁樣。咁最後我哋完咗個黑暗嘅地方嘅時候，我哋又去到邊度啊？好似最後係去到一個餐廳咁嘅喎，係嘛？係啊，咁就係呢棟藝術會嘅最底嗰一層啦。咁去到餐廳嗰陣，我哋所有人就再集合埋一齊。咁然後再睇翻一個片段，咁就係男女主角佢哋一個相聚，同埋佢哋喺度講翻以前嘅一啲事嘅片段啦。咁因為我冇聽到，其實佢同片入面好詳細咁樣敘述佢哋呢十年係嘛，十年內嘅一啲往事啦，所以我其實有啲 catch up 唔到佢哋其實講緊乜嘢啦，但係就知道呢一個係 run up 咯。其實他們是講分手前的故事，就是正如我聽了四個銅片，我跟到很多，可能都不止十年了。但是最後反而我到看到兩個主角在那個錄像出現的時候，我真的可以說其實開始離開了意識了，我覺得好像看回變成觀眾可能也是導演的一個向我們帶回現實的一個手段，但是覺得其實比起我之前幾個不同的空間的經歷就少一點。正如他講到很多很多關於香港文化的東西，如果我們真的 miss 了很多上面要偷聽的片段，其實我們都未必那麼容易理解這個，但是也有好處的。你覺得你今次聽不完有什麼感覺呢？其實我只聽了一個的，所以那一個會令到我印象深刻的是他講是應該是講今年定上年講加泰隆尼亞獨立嘅，然後佢就講佢當時女主角佢移民去唔同嘅城市嗰度嘅一啲感受啦。咁
亦都係講到好多身份嘅問題啦。咁就係本身自己喺英國長大，但係又係一個喺香港出世嘅一個人啦。咁佢去到唔同嘅城市度，佢會覺得啊，自己嘅記憶同埋時間觀會有啲咩唔同咧？咁樣其實佢今次真係我慢慢諗翻嘅時候，除咗係講男女嘅感情，但係亦都聯繫咗男女同一個城市歷史嘅發展。我初頭發覺啊，落完曬壽，我仲 miss 咗你頭先聽阿 Ben 嗰個，我覺得好可惜啊，聽唔曬。但係回心一諗，其實呢個咪就人生咯。我哋永遠都唔知道曬每個人男女故事發展成個城市嘅所有嘢。正正係你有你嘅片段，我有片段，喺組織裏中，喺意識當中重整我哋人生與歷史。咁我覺得，咦？呢、這個咁嘅遺憾，亦都可能係我哋去體會人生嘅一方面。你又同唔同意呢？都是的，因為參與這個演出的過程呢，其實我覺得我是很大的自由度的，因為工作人員沒有什麼怎樣去指引我，我只是被安排去第一個房，然後我出回來我就可以自由地遊走這一層的 building 啦。那我覺得就是一切都是我自己去發掘咯，那你看到多少那就是屬於你的啦，這樣咯。是啊，變成我覺得在環境劇場裡面，我們其實就不是觀眾，我們都是參與者。當我們戴著面具的時候，我們望出去，其實看到你就是演員一部分，你覺得這個是不是很有趣呢？是啊，剛才我們都有完了個表演，之後跟導演這樣去對話啦，他都有說到其實用這個面具是想其實本身放下自己我們的身份啦，然後戴了面具就跟其他觀眾的身份都是一樣，亦都可以是只有你一個才看到這個表演的任何內容都是你決定的咯。咁我哋今日睇呢一場咧，係一個 preview 嚟嘅，一個預演嚟嘅。當中咧當然有好多嘅缺陷啦、時間啊、走來走去啊，甚至乎呢個面具戴上嚟都唔舒服。我戴眼鏡嘅時候其實戴唔得好好嘅。不過喺呢個預演當中，我哋又領略到呢個環境劇場參與嘅樂趣。你有乜嘢同觀眾最後分享啊？我覺得最後少少 comment 就係，我覺得如果呢一個環境啦，可以更加令到仔細位，譬如這個面具啦，可以再考慮一下為什麼要做這個款式呢，為什麼要這個顏色，又或者它上面，因為它明顯這些是比較 fancy 的設計啦，也都我不明白為什麼要參與要用這個面具去戴著我自己啦，又或者我剛才想到可不可以是戴口罩呢，可不可以是或者眼鏡其他東西呢，那我這些細微的位置是可以做得更好這樣啦。我都同意嘅，有好多可能性。好啦，希望大家有機會你哋都嚟親身體驗一下嘅時候，再話俾我哋聽你有咩嘅評論嘅。多謝大家。好，多謝。